手机银行转账功能。跨行转账或 PromptPay 转账，客户通过手机银行进行本行转账、跨行转账或 PromptPay 转账时，免收取手续费。公银泰国本行转账交易，请选择转账汇款、本行转账，输入收款账户与收款人，输入转账金额，手机银行交易验证。客户可以自选各种的交易验证方式，客户可以使用短信验证码或支付密码进行验证，或使用电子密码器做验证。跨行转账的操作也很简单，请选择收款账户、收款银行、收款账号，输入金额并确认。手机银行交易验证需使用电子密码器上的数字进行验签。按住红色按钮打开设备，再按绿色 OK 按钮显示六位数字代码，输入已确认交易。如果交易时电子密码器不在身边，您也可以在手机银行支付认证管理功能中设置使用短信验证码或支付密码进行验证。以下操作步骤，您也可以在页签我中点击服务与管理支付认证管理，您也可以在服务与管理支付认证管理中设置使用短信验证码或支付密码进行验证。首次开启需用电子密码器验证。按照以上的验证方式，可以方便与节省您的交易时间。通过 PromptPay 转账也十分便捷，输入您要转账的 PromptPay 手机号码，输入金额后确认。系统会自动判断使用短信验证码或支付密码进行验证。然后确认 PromptPay 交易。